他妈不幽默啊，滚吧！啊，自己断后了。哎，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那自己断吧。这个蔓越莓的一点都不好吃。什么东西？同志们，成我们破点了。可以理解为曲奇。什么？炸一下，炸一下。曲奇饼干啊。啊。那玩意儿不是没味儿吗？他妈这么多榴弹。很甜。哎，还有三发榴弹。没有了，现在直接把他们冲死。这边藏了一个，你他妈谁标点了？我操！又不是看不到小雷打。哎呀，小聪明终究是没什么大用啊！哎呀，绝地破点，他们榴弹用完了。哎呦，你们抓吃肉了，吃肉了，吃肉了！抓一下，我操，妈一个都没抓到，我这天哪！他七杀裂了。没啥吃的了，等我拿点吃的。哎，拿个蛋卷儿，都咋吃了吧？还拿？吃俩饼干儿，我好饿呀！拿个蛋卷吃吧。没有，没吃饭吧？拆播前吃饭了吧？又有卡鬼的，我操！没有没有，别卡鬼，能不能让我、哎？巧了，我也没。卡鬼不是我早上八点到现在啥也没吃。刚刚吃了个棒棒糖，好了。好兄弟，哎，好漂亮，我不是母体。然后给我吃的有点困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绿巨人吧，别打绿巨。哎，我玩一下，P90嘛。真玩不了，这换蛋真的慢。僵尸都在左边。咱像这个维克托呀，拔出来再插进去，一拔一插。哇，这太慢了！看这维克多真的，一拔一插，好吧，多么舒服呀，是吧？欢迎无名小卒瓦伊亚光临直播间。不行，这换的太慢了，我操！冲你就别打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用过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说别用它。我已经切过来，哎，开枪了都。别打他们，是个鬼。妈一会儿病刚起来了，别打坑里的，别打坑里的，别打坑里的。怎么再打他都变了，你还打？不打他他也会变的。四个钢铁，但是我一般都不打。马上的，等我四个钢铁来了。溜溜球。他只要不冲的话，就别转打。快点快点！他妈打，尽管打，他妈这电终结的怕什么？欢迎猫猫，猫猫醒了。猫猫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呀？猫猫，这睡了十个小时啊！猫猫，猫猫，我昨天帮你把一星过了，你今天是不是应该把三星给我过来？你这不打绿巨人，我打绿巨人啊！不打。打火，打火，打火，打火烧他们就好了。打火。那不亏呀、啊！我咋等着卡宾刚铁了？你看不看？别打他了，我操！早上八点多才睡啊，好家伙！两个钢铁，走吧走吧。这才睡的六个小时呀、啊！我操！我操！三个了！他都说了变蓝巨人了，后面变了，后面变了，掉了掉了，别喊了别喊了，掉了！都他妈说不打了！操！这么刺激，二杠一他妈三个钢铁，不需要把。等着我给你过三星的。那你不得今天先帮我把三星过了，然后我慢慢攒，等我成大百万大主播的时候，我再给你过三星。这不啊，这不叫反补？有道理，我是考虑的。哈哈，一路中想打就打，他妈枪在自己手上，想打就打，不要管那么多。反正我不垫后，你们尽管打。打吧打吧，这钢铁他妈不打死不了。哎，不是这一关你都刷出三个钢铁来，你还怕什么？打吧。是啊，妈，打不打？卡鬼。这个主播卡不卡鬼？要不要一起？鬼不卡鬼、啊，卡鬼干嘛？
这不是谈恋爱经典画大饼吗？你谈恋爱的时候谁给你画大饼啊？我还画大饼呢。卡不卡鬼都坐不了飞机，这么多钢铁，太高质量了。四个钢铁来了，四个。王少少少少少少，快快少一少，少慢了少慢了，自己就没了。等你有钱了，一定想让我想买啥买啥。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呀，猫。好，离窗户远点。已经被抓了一个。不是，这个是怎么变的？哎，你离他那个门远一点不就好了吗？不是，人家卡鬼，你们离那远一点，离这门啊，带到这个格后边就电不着了。好了，钢铁断不掉就走走，兄弟。两个蛋卷吃完了，嗯，真爽。后面的两个没有打，没有打一下。欢迎用户55261616光临直播间。过来。这换蛋太慢了。加油，那个加雷过来。右边窗口有鬼。喂。哇，右边窗口远一点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有鬼了，你们没听到吗？看到没？右边来了，右边来了。看一下右边窗户，别在那儿。看到没，兄弟？这个事情证明什么？你们过来就赶紧进门，好吧？不要在门口晃荡了。那兄弟吓我一激灵，我操！小德去人了啊！劈柴一激灵。我都说了进来，他不进来。走吧，没进来。那两个不信邪，我都说右边有鬼来了，他们不信。他刚说右边有鬼来了，啪，那个人就被抓了。快点！幽默老韩团，幽默老韩团。幽默这个主播叫老卡鬼，各位。有老韩团跟上来的。幽默这个主播老卡。不卡。卡。我这每次都第一把卡。哎，幽默，我问你个事啊，昨天晚上我在你直播间看，然后呢？你在播什么？那画面什么都没有，黑着屏。他怎么上去的？那个是我在跟那个刷枪的。啊，怪不得不让看呢。那刷枪你们光明正大的刷呗。关着黑着屏是啥意思呀？他用的是违法的。刷枪的熟练度，刷的比较快。那你为什么要黑着屏呀？他用的是违法软件。他被违法软件。走了。我一会儿就把幽默举报了。啥违法软件？就是我在留在五组人，就五组人，好几组人，然后一起劈。别打我了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不带抓你。啊！可是有人打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玩了。我服了，我的鼠标垫啊！哎呀，霍西，你应该感谢我都没。啊！我竟然活下来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有人打我窗户，不然刷不了多少武器熟练度啊。感谢送我一命，好吧。这熟练度是干啥用的？没事，我会尽心尽力的断你的，放心。我还以为能解锁啥配件。我属于。走不去山了，完了。这波属于恩将仇报了。哪，我想去要个榴弹，哪。你去啊！完了，幽默去了。我又没过去。追不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这换弹太慢了，我操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跑呀，跑呀，跑，快跑，跑快点！来了，快走！不要在前面进来，全部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！这换弹太蠢了。哎，我就一发榴弹。到那。小歪去睡觉了，逍遥去上班了。等会拿着三发榴弹去炸。僵尸复活点，那我们还可以走远一点。别炸了，别炸了，我求你了。这边没炸的，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。先走了，要死一起死。走了，刷荧光弹。OK， 走了。不是那个谁，神经病，操！问我是丫头。但是马上刷新了，你可以在这里对着他炸三发。
对啊，你就是丫头吧？出来了。别打头，让我来，你们走走就行，求你们来。小八，你别玩火。都他妈留给你。哎，断掉了，断掉了，快跑，跑就行了，后边暂时没有。这个榴弹给你。哎，谁把我头砸了？行，幽默啊。下去下去，不是我打的。这不是我打的，我看到了，我冤枉啊。第一把没哦，往上打，往上打，可以啊。榴弹没人要吗？别着急开门啊，兄弟们，我还活着。下回我没活着，你们随便开；我活着，你可别开。先没按开关，好球！快打，快打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下来多按吧，按吧，按吧，没了，没了。快！看那妖姬就炸，看那妖姬就炸。钢铁，钢铁，贴墙，贴墙，钢铁来修脚了。哎，你们被抓到了！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！中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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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庙！我就真的加了个子弹的功夫，正面没了。我谢谢你们。我谢谢你们呀、啊！一个还差一个位置。那不是他妈的站着一个没人抓是吧？我不理解。真的，我谢谢你们。买的好，你没了。手枪打，拿手枪打。我没了，你没了。你说对，我没了。你是怎么没的？我在旁边站着，亲脚亲你们脚下呀。知道。重要吗？不重要呀。在小仙的左边是吧？对，没有。被抓了一个，那人就是你。对。非常棒，嗯，我看你们这个飞机还好不好？我就过去加了一个子弹，好吧。正面就没人了，没人看我啊！开一层，开一层，开一层，别删了，下一关了，都他妈都过来了，来下面打，来下面打，都他妈进来了！我操，我在疯狂的压左边，你们倒是上啊！我操！我操，才跑，差点，幽默就进来了，各位。早上我就不拿了，我就先进去。哈奶奶闭门阴地死。凋零在门前落叶里面，一人一人却走向长眠。赶紧的。我天的那个仇啥呀？啊，你炸就炸呗，你炸死一个鬼我也认了，一个鬼也没炸死。哎，上个厕所。哎，这都打不着吗？嗯，就这还最后一关呢，最后一关锤子。不是，让他们上场，想看看那个点咋样。低了，低了，这个炸弹筒一打，我就知道没戏。啊，行啊，这么多人，这么点人守到现在还不行吗？我也觉得。我觉得守到四阶段都算不错了。你们要是不卖我，还能走得更远。这是倒数第二个阶段吧？欢迎面条抢到鼻孔光临直播间。不是卖不卖你的问题，是这人类真的有点质量差，好吧？他嫌他连他妈的防空都防不住。哪关掉人掉的最多呀？感谢地沙送的飞机，非常感谢。不是，这局就不要再打红色的绿巨人。啥玩意儿？我也要地沙。加一。地沙我也要。我要过膝。我还是企鹅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不是我的地了。心跳热闹的天是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想要的生日礼物，
我把礼物送在你家门前。哎呀，最近你曾说过分手后还有一个朋友，是不是不打了排位吗？啊，你来了不就是打排位吗？太他妈了解我。上荣耀。嗯，得得得得，咱丢不起那人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啦！别在那嘟嘟嘟啦！你没问问工会？看我忙我，还可以。你当我操！工会咋了？上荣耀没有什么服饰。上荣耀有什么扶持？看裤衩。排名有扶持啊。对啊，你在排名上的有扶持。前五十。那你们等着啊，等会儿就给你来个裤衩战神。啥？欢迎鬼人娃娃光临直播间。说啥？我记得 CSGO 是。等着啊，等一会儿，等我打完。我们工会没有 CSGO。 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。浪子看这工会还是在不在了？浪子干嘛现在？我都不知道浪子现在什么工会，我都不知道他的工会叫啥。繁星护鱼，我当真了。繁星护鱼，繁星护鱼，你搜一下呀。没有，那估计就是没了。凉了。我不知道。本来说，本来还说让我去当运营的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不行是吧？看不起人是吧？对吧？如果是不叫人的话，还能上飞机啊？那老汉子你就走。老汉子别叫人。好。往左靠，这边往左靠。往左靠，不用断号，不用断号，走了。啊？因为我记得 CSGO 进入前一百是底薪是20000一个月吧？我记得。那你得去那个 CSGO 专区里边找那个工会。走了。不，我们老师他朋友就开了一个工会。看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我让他问问，如果我在微地1100了，有没有扶持？他说没有。那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们主播，他们工会不播在微地。对啊，我就说你要播 CSGO 就找 CSGO， 你要播 HD 的就找 HD 的。哎，要不就找那个，其实那个大主播他也只有。你不是你看那个小江湖鱼，他也都是头牌，全都是头牌。他虽然说是囊盖的很多，但是他也就只有那些大主播。关键是你上荣耀前一百，你好认证。认证个啥？你认证个他妈全国前一百，多牛逼！嗨。全国第一名也才他妈40-50万热度了。哎，感觉上赛季第一名是谁啊？是汤汤还是谁啊？风风嘛，这赛季是风风嘛，风风好像没什么看。鬼人娃娃说：“看看大佬。”那是现在，上赛季应该不是风风。我跟你说，说破天啊，就是还是看流水。而且现在真的，我感觉啊，你一个月流水不需要多，你一个月流水50000，保持2个月，你就是话语第一。真的，你看那个打排位的哈，也就前一排两排的，
有人看，其他的真的不行。生化的话好歹看的人还多一点，说实话。哎，太快，他都跳在空中了，你还看掉下去让我甩了一枪头。下车下车，那是不是应该转后面有个终结啊？他掉下悬崖了，正掉的过程中我甩他一枪头，你这玩意儿。然后摸 CS GO 啊，去呗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啊，好的。我操，我聋了。哈哈哈，我也聋了。他的声音为什么比你的声音还大？真是呀，咋回事？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就那个，我只听一个爆炸呗。你好，你的漂亮。什么东西啊？打的风扇，我操！我可真谢谢你，我。鬼里边有没有自己人啊？有。是。这个，这里有高铁。啊，好家伙！这有点不尊重我了，你们刀我。十三哥又点了什么外卖啊？不又是 hamburger 吧？hamburger 吃得快，来了啊！准备走，不会走了，那个往下面走。hamburger。哪个我掉下来了，哪个我还拉腿了，哪个那你太棒了，欢迎看主了再开箱。我操，下边三个钢铁，哪要没了，快跑吧，哪个我帮你打，你就不跑就行了。哎，我操，走了走了走走走。哎，我没榴弹，你们谁有榴弹，一会儿断一下，会断吗？不会，我开门，开完门就跑，开完门我就跑。嗯，别跟我扯那有的没的，我不去。我没榴弹，我不管，我要有榴弹，我给肯定给你们断。我扔给你了，没有榴弹，我扔给你，我扔了。啊、来哪儿呢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搁那玩意儿去。消失了呀！我扔了，那不都有时间吗？榴弹扔下去一秒没人点就没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炸的吧？是榴弹扔下去炸了吧？可不是。我操，内鬼！有内鬼！要巴周卡呢？为什么个人经济有人拿 SVD 呀？我操！我呀，哎不，个人经济我不要。哎呀，我怎么扔个火，我自己跳不过去了呀？我是人是鬼？只狗。我操，老六！哎，这是什么？从哪儿来啊，好兄弟？扎我扎我几个，哎呦哎呦，扎得好。我等来了这心里想要花鱼狗不得有的。哎呦，他奶奶的被抢了啊。赶紧啊，不用管起了啊。我要死了。行吗？你干嘛？给他整边，给他恶魔低语呢是吧？要不你这样，什么？我真想夸夸你们，真的。夸谁？夸我吗？我没了呀。开门那个人。DK， 我也想要飞机。DK。我也想要。他不说话，他沉默了，他选择了沉默。你沉默不说话，丢火丢火丢火。有没有老板来啊？每天刷个十个八个的超火，也不用太破费，就意思行了。给你刷一百个超火。啊，一百个太破费了，刷个十个八个就不用那么破费，意思行了。说我也想要个飞机。人家用我打右边，打右边，把飞机我才给他烧了。啊、哦，你来，
来啊，带你上飞机。啊？上飞机还不简单？是啊，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？就十个八个。来老板刷个十个八个超过。不用太破费。啊，意思意思行了。哎哎呀，行吗？欢迎南侠斩小猫光临直播间。给我留个位置啊，马上到了。OK OK。南侠斩小猫说：“热不上，一上哈哈。”应该有一个。来点活人吧，好家伙！等会把麦给踢了。啊、来点活人吧，让我也没事吹吹牛逼，没人跟我聊天呢，显得挺寂寞。来的，十个八个超火不要了，一天天的，啊！我操！这谁呀？直播间多少？我来卡牌子。谁？我吗？来个老板，我也想要。656121214。53568888。哎，请赐我爱笑小萝莉光临直播间。哎，怎么还有重音呢？都炸回头，炸回头，炸！快炸！漂亮，我差点给我炸下去了，这个桶。企鹅呢？企鹅还活着呢？活着呢，活着呢，活着呢，活着呢吧？这个人，我操！我他妈给你们垫后垫没了。你人呢？我没了呀，我人呢？你没了，你也让我看见你啊！欢迎幻想岁月君昂光临直播间。欢迎欢迎岁月，没有。三秒加中间那个齿轮，这哥们儿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谁。哎、好家伙嘛，这火力！走。欢迎 D 叉，欢迎宋X，什么鬼？感谢 DDX 的两个飞机。别卡了，这把他妈输了应该。赢了，让你们飞上飞机，让你们上飞机。不管。左右各看一个，现在都看前面。行呀。左右各看一个。不是我一个大炮，你不让我卡，我干啥去？都看前面。钢铁，你干啥？这钢铁都在这卡什么的，干嘛的呢？哟，感谢 DX 办卡两张，炸！哎，炸！我看见板上的那群人跟蚂蚁似的，乱窜。来 DX 里边坐，里边坐来。DX 这种情况还是不能刷板的。几个上台？那话怎么说来着？男兵三位里边请。哦，没跳过去。二楼雅座伺候。你这边刷个办卡，然后那边行，我也要。然后我这边我也要，一会儿猫猫上线我也要。我没说话呀。我瞅着企鹅的名字，好吧。炸！快起！快！欢迎海杂王光临直播间。656121214。哎，好。对了，回头炸。656121214，我想扔枪把你砸死！我跟你说，完了哟，他们要上飞机了哟！光临直播间。我操，差一点他妈隐恨西北！我靠，真不错。感谢 DXEKZ 送的一个办卡，感谢 DXEKZ 送的两个办卡，一个办卡。谢。感谢 DXEK 楼上雅段有请。那来贵宾席那不是雅段吗？好家伙！感谢办卡。你是我的人。欢迎吧。一起睡觉觉，走，一起睡觉觉。生孩子，走。造孩子去。感谢，哇，这个。谢，一起生孩子，等会儿我还没裤衩套头呢啊！哎，开个玩笑，你还真套啊！我操，咋没套？我干过这事，好吧？之前就干过。节目效果啊！
没事，直播间不会封的、啊。谁呀、啊？这是小虎百发百中的，还猫在那里。我操，这把我砍到你了！后期直播间刷，想看主播裤衩套头。欢迎用户33640014光临直播间、嗯。欢迎用户，又是这个小虎百发百中、嗯，打他！猫饼，嗯，来露露个头来，不露的。开个游侠了，快开，快开，快开！哎呀，我操，这个内鬼还赚你！买几块鸡毛蒜，哎，回头打，哎，我刚把枪端起来，你就死了，你这开了，操，说开就开，这么狠吗？我的天，那是油侠吗？那是油皇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有了，这不是有标吗？什么空翻呢？下把他们用它有啥功能啊？我都 Hello， 他们这把不用接，下把肯定接。真的，这把要是在上面去飞机，自建防爆走了。这把还真上不了。这把看着玩吧，人好少啊。啊，呼吸在哪？鬼更少。看着内鬼啊，看着内鬼，看着内鬼就行了。快走，快走，直接换刀。好看就是啊，走了，又给了一炮，快走，哎，一个啊，等他，瞅着一堆人在那里不过来，我就直接懒得断了，整个人就跑了，爱浪就在那浪吧，反正跟我没关系了，走。这他妈都没人了，这是。少了好几个人。你 M60 刷了吗？都刷了。M60 也刷了。我准备全部刷满。你把所有的枪刷满，然后开始刷手枪，把所有的枪都刷满。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介绍了，好吧？全部枪械传奇书店的，无敌。在哪看 FPS？ 我不会啊。在哪 FPS？ 对啊，左下角。按你的 table 键。table。海拉王说：“你真行啊。”哈哈，154，133，厉害！我才九十呀、啊！哎，到底是好电脑呀，惹不起！我才61，牛逼吧？惹不起！啥呀？我零 ，FPS。欢迎飞鸿橙子光临直播间。欢迎飞鸿橙子。哎呦，卡了！你一说卡了。所有人都瞬移了，漂亮！谁跟我抢的？我看一下这是谁？都起来了，我80。他妈，幽梦你大爷！啊，气死我了！啊，我看你的聘，看你的聘。你不去拿左边，你跟我抢右边干嘛？不是，看你们的聘，看你们的聘，啊，看你们聘是啥样的。我的聘怎么？我70多聘啊！我抽啥了？第一名96聘。那没有一个好的，我也没有一个，只有一个38正常的，剩下咱们都过50的。不要话，第一名是干嘛的？哎，不想玩了。没有，是服务器波动了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服务器波动了。有没有人给我刷个7-8个烧火，让我精神精神的，有点瞌睡了。
让你精神一搜。没跟到，没跟到。哎，来对直播间跳跳蹲啊，不跳了。有个虚假直播间是656-1214，正牌的直播间是535688。各位刷的时候不要进错直播间，注意防伪标识啊！防伪标识不能跟小高玩，我们每次跟小高玩就他妈上不了飞机，操！花花发发发发发发说，我晚上抽那个飞机卡能不能抽到？哈哈哈！完了，老板跳下去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就不问你要了。你要是花花呀，你什么时候要是发横财了，你告诉我，我敲诈一下你。现在就算了。那你包养我吧。哎呀，我们有打风扇。走呗。我怎么直接就他直接给我吹到那个平台上了呢 ？OK。走呗！哎呀，我不想玩了，打得好菜呀、啊！我的狙打不到人了，我把那边都改完之后，感觉好奇怪呀、啊！花花发发发发发发说，你说啥？没听清啊！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要是发横财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敲诈你。没有发就算了，没有发我就等着，等你发横财，等你拆迁。等你拆迁可能他妈太过分了啊，你别说了，整天哎，我没牛蛋、啊、我等你拆迁， 我开不了门啊。我说一声，我没牛蛋，忘了幽默刚把我牛蛋抢了啊，我也开不了，让幽默自己开吧。花花发发发发发发说、啊、我发横财了，给你刷超火、啊、你有牛蛋不开门吗？好、啊、我有牛蛋呀、啊、我没没问题没开、啊、对啊，你得一会儿开门啊。啊啊，哎呀，开了，不是我家那个老房子。我等会儿把这句话截个图放在备忘录里。就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前面拆了，已经截图了，然后新房子后面拆了，安了新房子。不行，放在备忘录里不行的，我把它发到鱼吧里。等着，就他妈离谱，知道吧？不够了，不够了。中间安个地铁也行啊，对吧？你这个不拆。有内鬼啊！有内鬼，有内鬼，各位，有内鬼。我看出来了。还说什么？还说什么老房子？改什么什么装修？你就喷个漆。能装修多少？开门啊！你们门开的真棒啊！门的一点都不敬业，他打的一点都不专业。一点的专业、啊，走过了心爱的内鬼炸第二个墙，哎，有真有人从这个地方下去了，他躲过了内鬼，没有躲过自己老安腿。别下来，小哥。这个拿一下，我就走了。拿一下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哎呀呀呀呀！感谢送的超级赞赞。嗯，这放屁吧你！他妈跟我，你别跟我学行不行？超级蛋蛋，这玩意儿弄个啥都是超级不超级的，那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稀奇度了，好吧？究极啊，究极！感谢送的究极荧光棒。我咋这个鬼还没落下来没了？怎么？我傻了，你24级，你为什么会是个电脑呢？好家伙，张虽然、啊，我不理解。张虽然，他们丢火，妈连个鬼都没有，你丢什么火、啊？终于不是看录像了，兄弟你，我每天都播的呀，中午到晚上的，你都是什么时候看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每天也播呢，早上到晚上呀，也没个人来呀。哦，他们没上，在下面打，在下面打。我没写、啊。走廊，走廊输了。我上去了，我大炮。我都不想上。一种是同样错过了。你半夜看我录像的姑娘。那你半夜我应该是上不了，半夜到一两点是最晚的了。
欢迎推文一下黑影星光临直播间。什么人呀？手冲，去他妈打手冲！你等挂机的，还有活人的，那你等吧。刷刀的别人吗？别他妈打桶了，没血了，操！别打桶了，没血了。妈还没到终点的时候你也玩啊？我打了得了。哎，那别他妈进 AK 呀，大哥！我操！女鬼下来，哎，怎么没有桶啊？女鬼都懵了，我操！我操！这女鬼都装不下来，下不来，我操！这女鬼一个人在玩了，走，一直往左往走，走走，这女鬼好惨，这离谱，我操，就他妈离谱。别打桶了，没血了。你多准吗？四十多血。他妈饮恨西北，我操！我之前都是多少血？我之前都是几十血，我还有七十六血，我操！吓得企鹅直接亚麻呆住。那不会。哦，鬼呢？有人呢。有啊，我的鬼鬼呢？快出来，让我打，让我打你一下。走了。我他妈吃汉堡，把纸吃到嘴里边。把嘴吃里边了，开心。哈哈哈，哈哈哈。把嘴吃里边了。你别跟我在一个位置卡呀！我操！哟，这不哪吧？左右看一看，左右看一看，下下都看前面。左右各看一看，下下都前面。左边来了。哪不行就别卡了，哪。哪不行就别卡了，赶紧看两边吧，要输了。看小弟啊！我不管。看前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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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我看左边。妈，小 T 没人看，干嘛呢？小 T， 我服了呀！这什么消亡段位啊？那妈玩的比他妈传奇还菜。嗯，哎，没了，输了。哎呀，这左右都不看，这都能让我喝点，我真服。看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打什么跑高？炸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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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后面。上王段了，都是傻逼。哎，后面，后面，怎么没扔下去啊？你自己也是枪王段啊？给我一万。奶奶的，你还在上？我等会儿转告一下秦欢。我弹六发榴弹，我六发榴弹啊！嗯，对吧？没事。我下我从三号等你打了。咱能定两千四，我就飞，我就下了六发榴弹。欢迎你有多少许墨光临直播间。推了一下黑眼镜说：“ 我们是备胎，哈哈哈。”哎，我这里只有两个人了。傲雪的，我才发现傲雪呢。傲雪什么时候跑了？欢迎99999点旭老师光临直播间。怎么说？你们那里几个人？三个。欢迎与魂归何处光临直播间。我们这边两个。我们这边四个。啊，那没事了。没人了是吧？直播间还有人上车吗？哎，等会儿。没有了，打枪王吧。
我找把枪去啊！我他妈趟过去没枪装，他妈这傻逼枪太傻逼了。霍西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想看霍西在枪王段被虐的请扣一。想看霍西在枪王段被演的请扣二。没有。看霍西在枪王段打把加特林嘛，把这加特林也刷上去。来吧，都没有，开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秒皮，准备成功。直播间没人来，哎呦！哎，不对啊，小郭呢？对吗？小郭呢？啊？小郭呢？啥？我说小郭呢？小郭没来啊。上明白想看生化普通生化吧，我他妈第一眼就看到了你霍基，他妈换个人吧，那个人太蠢了。我要投诉四代的日历，他应该把生化模式取消掉。你妈一个，他不是定位竞技吗？他为什么要生化这种东西？你他妈把他竞技取消，我播啥呀？我播啥呀？奶奶的，奶奶的，让我俩失业，奶奶的。你又不养我，对不对？欢迎路飞。你要是你养我，你随便取消，我今天住你家，吃你家里，喝你家里。我已经帮你们完成了，快快快，小火箭！要不咱刷，咱要不咱刷熟练度吧？别开门了，别开门了！熟练度不是越到后期刷的越高？根本回合你们刷什么呀？这根本就过不了！我操！漂亮！我不走了，谁爱走谁走是吧？不走是吧？行，我纳这句了，就喜欢看你们倔强的样子。明天下午两点开会。开什么会啊？圈爹说旁边会开门的。我知道呀，不重要的。欢迎八苹果点咬哭了光临直播间。说不走就不走了。你看幽默骗你，幽默说他说不走，他走了啊！我哪说不走了？他说了，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上大分不带他。哎，上大分！哎，有人拿家里嘟嘟嘟嘟嘟猛嘟啊！谁？多大点事呀？这么嘟？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妈了各位，这他妈自己人防自己人，真离谱吧？哎，太对了！问你的为什么要断后呀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了，断我是吧？哎，被嘲讽了吧？为什么你要断后呢？我活着不好吗？就是。为了上大分，所以要断后。上大分，你直接让我挠了不就行了吗？你还打我干嘛？我等后靠。这不又加一波分吗？哎呀，我操！霍西，冲！我操！现在嘴里边全是汁儿。哎呀，我操！没跑了。哎，有人下。哎呀，走位不行了。上大分，各位，大分200分。第一回合没有高于200分，你就是没有上大分，好吧，各位。200分才叫上大分。哎，行儿。哎，真高啊，一波。
道的吗？不看，何新年不看。哎，打了一个93，打了一个无聊哎。哎，我们先去医院去。哎呀，找个老中医给我捏捏脖子，我脖子好疼。那个生化模式打完了 GP 高，哎 GP 我现在都花不完了，兄弟。跟上跟上跟上，没得可买了。主要是那个没意思，知道吧 ？GP 下个欢迎王府记，小心点，放假时间光临直播间。欢迎欢迎时间，哎，以后不叫你王府记，可能王府记是啥名？因为他特时间，他发的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幽默那天发的东西，什么挑战模式有吗？也没有啊。可能测试服还没更新。对啊，测试服都没更新，我不知道你那个更新它是哪发来的，很奇怪啊，有不？谁发的？阿东发的，阿东发的，我复制的。你这透了几个版本出来啊？这透了几个？今天透了六个版本。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说了，他说他那个预更新说的是啥？是下一次版本有大更新。那我觉得出挑战不是应该算大更新吧？不要打我。还有这个 GP 啊什么，我感觉这种大更改，这应该算大更改了吧？战队系统算，战队系统他妈的只能算小更新，我觉得。这个绿巨人他不冲过来就不要去打他，好吧？给你更新个礼包，给你更新个战队新地图，还有啥？没啥。什么什么？我们上飞机了？上过了，上过了，上一回三百已经上过飞机，因为七个。今天的保底我们已经上完了。今天已经上了好多次飞机了，是。可惜你没带呀，千叶，冰冰的正牌男友。上过了，上过了，真上过了。你不是说我上了，然后你就给我刷飞机吗？上过了。要不我给你导个录像、啊、他显然不信我给你导个录像、啊、上一次没听六八流的送他们上飞机好吧，我能证明他们没上。我今天损失一个超火呢，我很难受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后面的跟上。损失的一个超火，难受死了。哎，这没死，左手左手左手，打背吧打背吧。我操，这啊又出一记了！我操！哎呦，还真不错呀，我这个。哎呦我的！感谢，这感谢你的办卡。太阳中的企鹅说：“感谢抓一个是送出的办卡 X 一。”哎，你要不把你的号发给我？不应该是你让。你让我给你打的吗？你把你号发给我，我直接我他妈顶不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钱吗？第二把又是200都是。哈哈哈哈！感谢圈的人送的一个粉丝荧光棒。嗯，谢谢圈的粉丝荧光棒。你们的分数跟我们前三的分数落了好多呀，各位。感谢圈的人送的一个粉丝荧光棒，这多没意思呀。感谢圈的人送的一个粉丝荧光棒，他们感觉知道我在哪儿。感谢圈的人送的46个爱心，感谢圈的46个爱心。我寻思我今天这个二星，我能让你们这么拼多多拼着就拼出来了。大宝贝小可爱这个人他一直卡鬼啊，原来这个还没卡过个你，这是最他妈完蛋的。卡，他也卡。哎呦，哎，我拿手机为什么处理不了那个上车券呢？你是用自己的号登的吗？废话。啊，那不废话吗？因为你没有，你手机就没有上车那个功能。就没有一起打车。有时候找那个上车券的时候找不到。谁呀、啊？谁找不到？谁说话的？刚刚我进了第一天，欢迎手机控光临直播间。
哎，你来我直播间来，我教你手把手一对一详细教导。欢迎太阳中的企鹅光临直播间。PC 端啊，网页端啊 ，APP 端啊都可以。太阳中的企鹅说：“我已邀请幼稚跟胖虎公共用静香上车，准备起飞。”这幽默这种东西都不教你的嘛？哎呦，企鹅漂亮，我黑了。再见。欢迎傻胖胖子光临直播间。0.2，欢迎胖胖。哇，你忙完了？我在刚才黑了。哎，我换个歌单吧。就黑了。快吧，快吧。来吧，来一首，来个杰伦的歌单。从这首歌开始。傻胖胖子说：“文娜刚刚忙完，就一个人打爆破，那就是十三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就是我十三哥，要跟十三哥双排吗？甜蜜双排，打不过。进来。我等会儿登他的号玩。多厉害呀！打不过。你看我最近玩他妈维克托了吗？你最近为什么不玩维克托？为他妈保底，我才玩维克托，我操！”进来。突然发现这东西没开。再见了。来保底。别他妈卡我前面，我他妈看不见人操。望着天空，我想起花瓣是在掉落。好歌，当赏。走了走了，嘉玲拿手枪，嘉玲拿手枪，无语你再见，再见了，远航去吧。打别。咋那个女鬼啊？女鬼跟那么紧。哎，那个人真的连进来了，那个大宝贝小可爱那个人，他是怎么连进来的？哎，什么意思呀？榴弹，走了，别看了。咋卡不住呢？我操！我也不知道。人翩翩，风阵阵，哎呦我操！腿好冷啊，我都不知道我今儿怎么腿寒啊，我腿好冷。怎么你是神经连接的是吧？可不是，家里高科技神经，腿真的有点冷。右边有鬼，腿上都是凉的冰冷。右边窗口，他想上大船周末去吧。傻胖胖子说暖风机太贵了，我这儿有空调，我关掉了，太贵了，一起这个我开不起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两队还是一队啊？我旁边放了一暖壶开水，哎呀，双皮，倒杯水先，喝点热水就好。好火呀、啊！什么火呀、啊？啊，真的好火！看呗，十三开播了吧？看我十三给别人打。啊，你最棒。对。欢迎家具屋光临直播间。猫吗？对啊。你不是有？你要经验干啥呀？你知道经验号不挺好的吗？我看一下你的东西啊。一个动力机车 ，AK 白虎，你真的也满了，独家收获。喂，啊，香龙你已经有了呀，真好。
那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吧？啥？管道管道。SVD 鸡尾酒，我都没有这个鸡尾酒。我看一下你的熟练度啊。管道管道管道。我有什么东西？还好他掉下来了。维克托，我不想打维克托，我帮你打汤姆逊吧。维克托就先放着吧。我把你的狙就下掉了啊，装一把汤姆逊，帮你打一把汤姆逊。圈直接说，好嘞。这两天怎么没让我打战令了呢？战令基本都关满了。你好友呢？都没在吗？家具屋说，哈哈哈哈，六六六六六六六。圈儿爹说，哈哈，忘记加了。直接困！哎，我操，中路跑了！我去，我加你好友了，打完同意一下，拉我。优洛洛 sunshine 光临直播间。改下设置。又不是跳太快，只要真实的落叶。还玩个腿腿。将荣耀全世界。好了，两个，那个逼的，好狙，好狙，秒别！哎呦，好了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哎呀，哎呀，等我把子弹打完啊！你有人在，我先就玩一会儿去吧。这地方现在好像卡不上去了，完了，这地方现在是卡不上去了。欢迎王府记小心点放假时间光临直播间。欢迎时间。那我还是第一名。欢迎时间。欢迎岛屿，欢迎王府记。你们打完拉网，我先玩一会儿团林地去。掉了，企鹅掉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刚才黑黑的。哎呦妈！我发现跟你打的时候，他妈的怎么那么难啊？啊？哎、啊？是吧？你跟我玩吧，不要有木兰。你 pick 掉。能不能卡鬼啊？我操！我哪儿卡？我没卡呀。我操！太多人卡鬼了呀。那你 pick 掉。太给有木慌的。哎嘿，不想开门了，各位。那就不开了呗，给他们说一下呗。哟，妈鬼太多了，怎么过嘛？完了，已经有两个。完了，因为有点拉胯。明天中午接着干追击，好呀。这咱拐过来没换弹、啊、没打到我的感觉，没有吗？哈哈哈，你拉空啊，爆头线聊得好，就是金枪没打到，没定。哟，怎么屁股后边还来了一个？好呀好呀好呀，导演你都是每次跟那个跟你那个朋友一块去的网吧呀？这鱼，妈的！哎！我也切屏了，各位，黑了。
是在哪儿？我又接回来了。看我爱上了传奇。枪王传奇吧。白枪吧，没白枪。然后给幽梦一套换谁？那个艾德。右手。不是打，什么情况呀、啊？还未打累了，肯定打会儿别的呀。打会儿再说。万一是人家老板要求的呢？啥情人节了？这大情人节的。是元宵节。您不得给我过个回声密码？我操！您这附近一他妈就该发工资了，我这个这该怎么着？应该发工资了这。哎，先发不了，到时候春节放假，中国工资我退20号。没看小帅朋友圈发的那个吗？没看，饿死我了，我被 MG3 打死了。饿死吧，就他妈你被饿是吧，你也饿死吧，咱一块饿死吧。这周礼物给我手上了吗？下个月能吃着啊。这个月饿死了还有下一个月吗？有啊，下个月我帮你吃回来。是不是要我把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你啊？我帮你小帅帮你。小帅好，怎么我知道？不是，我想知道那个他那个不是每日那个到底还给不给钱啊？啥？他妈过年了那个东西。17号给啊。什么时候？这个月17号吗？嗯。不是，说的是那870。对啊，就那个钱。870那个。到现在那个群里面负责人都没出来说话，觉得这个月17号能给？他们好多人找群负责人问那个钱的事，怎么到现在没出来说话？你觉得他能给？欢迎灿烂 DTT 光临直播间。跳点是哪？咱那边跳点哪？你说。别跑了，他们好跑的。40个，完了，掉分。40个，看看漂不漂亮？看看第一名是谁？我呀，霍希呀。臭不要脸，不知道是谁。给多少点？他妈给屁大一点经验。真服了。圈儿爹说66。你打完了没？还得多长时间？打完了。那刚好我团队经验也完了，那拉我吧。一把轻轻松松的 ACE， 我加你啊，同意一下。漂亮。滚吧。OK。我帮他打汤姆逊吧，维克托我不想打。东西机车这个，维克托子弹太少，哦、打的不太轻。哦，感谢哥哥。感谢送的粉丝那边谁是车头啊？幽梦吗？我呀。3、2、1，秒劈。然后他告诉你他还没点。好，那我们仨先玩。啊！就要加杯了。退吧。DK 来这边 ，DTR 来这边玩吧。你跟幽梦玩，你看你又上不了飞机。哦。你看你跟他玩，你跟他玩，你还打得艰难，对吧？来我们这边，你输了你也快乐。哎。快乐。打 CSGO 的，你刚才受不了 CSGO 的摧残。你 CSGO 多少分啊，兄弟？他5亿2600。
哎，我差不多哎，我操，我有显影啊，哎呦，晚上一家了，我操。啊，现在订了2600，他现在2600。要么你去十三那边吧。他现在订了2600。平常的那个天地匹配，我们怎么打？是打到2200，然后优先的话是多少来着？哎，快一家了。你还有啥角色吗？好帅呀、啊，企鹅。嗯。这维克托一会儿能借我用用吧？可我也给你个维克托、啊。你给我汤姆逊行不行？给你维克托。给我汤姆逊。那个，准备了啊！三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。啊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？川爹说人物不绝。啊？这就不跟我们玩了呗？人物吗？就这个还问眼睛还行啊，挺瘦的。我给你推，我你要是以后还抽奖的话，就真的好吧，就是这个，太棒。不是我撇了一个1300的呢？可能因为动力机车已经抽满了。它隐藏的高吧？它动力机车已经抽满了。隐藏高的只有我一个，还有20171119。3、2、1，一，几分钟？几分钟？哎，你想玩什么枪？你得给我说一下呀。喜欢单点的呢，还是喜欢连发的呢？步枪。我喜欢拿手锤的。你给我汤姆逊啊！行，刀真高。我帮他打一下汤姆逊的熟练度。我不想玩维克托。维克托。在电线杆上多嘴。来，最后来里边，我知道你进得快。你说这一句。但他这个在这买剑啊！我操！过来过来过来，里边。哇，里边是哪儿？就那手枪，不要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过去再换，倒计时了。你走吧。妈的，没了！但他拿着埋剑，我抢不了东西。去你妈！操，没皮的啊！啊，没皮的吗？啊，那没事了，那下吧，你们先打吧。先打吧。人呢 ？OK 啊，我已经抓好。他把我强行拉回出生点了。什么？你是母体吗？那你看呢？啊，你是第一个。圈爹说，早知道刚刚就换了。之前有人跟我说爪子在墨镜里面坑死我了。不对劲啊！谁给你说的？我玩的不是骗人吗？爪子是在那个什么里边的？爪子是在枪娘里边的。枪娘那边现在枪娘礼包没有的。咱家还有几个他妈的那里打斗地主呢？对，哎呀，已经没有了。欢迎各位光临直播间。谁他妈在那打斗地主？欢迎光临。这么没素质吗？哎，不用喊，不用喊，不用喊。活的人类呢？不用喊啊，这把必赢，好吧？我说的。没了，过来吧。欢迎我来呀。没了，人赢不赢？我的天！我改剑，别对枪手了，这家伙没出息。他的蹲是 shift。冲冲冲冲冲，可以了。这什么条？维克托、啊。我傻了。维克托的动力单车品现在可以抽奖。我操他妈的！圈里边说，毛毛还在我直播间挂着呢。猫不说话了。我人傻了，我的。这是维克托兄弟。我人傻了，我怎么跳蹲？哎，怎么蹲不下？燕子落叶，啥破？你自己玩的时候，你自己玩的时候，你记得改回来啊。哎，破了呀！我靠！冲！也没人说话的嘛。圈儿直接说好了，跑我手短，超过，冲！他们跑不了的，拼死对抗。你手短，哎呀，我其实我手也短。放下时间，光临直播间。欢迎直接打人，看到队友是暗了。嗯，你确实这么暗会舒服很多。那你进步怎么办呢？
进步，没有进步，全是干拉。上一关，你进来了。干啥呢搁这儿、哎、干啥呢搁这儿蹦跶蹦跶的，哎呀，中看不中用是什么鬼啊，这把还有这拖还可以啊，是没有套路也好，但是也还可以。圈里面说老六不需要进步，来霍金，哎呦手枪成套的是吧，有时候谁会又会赚的呢，逗你花花。今天情人节有没有人啊，我吃你妈吧，我花花你给我地址我给你送我花花。就一朵啊，请珍惜它，就一朵行吧行吧行吧。哎啊，他退了，我操，为啥咋的？你的评价是都不如 AWM。进来不要打他们，咱那个绿色。哎呀妈！干什么？哎呀妈！哎呀！哎，不行啊！这是西安人，我呀，企鹅是，我是阿德，阿德是西安人。输了。操，这个就是老六。哎，别人的没人给你送花花。你们没人给花花送花花吗？那个蓝色的一个标点，我往回跑了一下。别说了，我之前买了一束花，花了我多少钱？花了我200多吧，贼贵。哎，一束是多少支来着？50多支吧。这买家店真的跑得好慢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第一个榴弹肯定抢不到了，这都是你们的。哎，冲啊，果然抢不到，卡退了。好嘞好嘞，估计你玩这么长时间应该也累了，玩点别的歇一歇。你看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就不会累，永远都不会累，我还能再嗨三天三夜。你他妈是主播，人家是老板，人家累的不行吧？一天都永远都不会疲倦。喝水啊啥的，歇一歇。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谁呀，烦不烦就硬顶着我打。如果再逼自己抓去吧。没有，他自己嘎死了，我看见了已经。里边还有个带逼的。跑了呀。走了走了走。打屁股打屁股。打个嘚儿，前面都不用打。哇哦，一堆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我来顶。你们直接走，直接走啊，快。行啊，这谁他妈在这断后呢、啊、你的枪你说呢，哈哈、啊、原来是你呀、啊、我不断他妈我的好兄弟他就没了呀，你以为我想断呀，断后有风险呀。欢迎薛润发还有谁光临直播间，吓成这样。哎，我等会儿改下标题，今天是杰伦专场，全世界的那个112首，你们好好听吧。是吧，那我一会儿就搜个喜聪，我把标题改成你们也喜欢喜聪吧。我为了杰伦我才开的 QQ 音乐会员好吧，要不然我不开的。狙还在殿后狙。哎呦好火力，怎么没有一个板呀，服了。全是这种这个东西，这跳不上去。能跳，跳幺级可以卡上去。就最后一个有个板，那个跳不了。干啥呢你？哦、来火怼墙的，不让人怼墙是吧？什么人啊，一天天的。我去勾一下，不用了，勾不勾我也不去了。
这买件跑得太慢了呀，完了呀，我想拿牛蛋的，算了不管了，倒霉鬼了，拿不了了，不要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那不错，还给我留了一个，真不错。走了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人。圈的人说，仓库随便换呀。没事，我这刚才本来我自己装汤姆去呢，他要给我换枪的。左边的下来。我要换，我也只换那一个背包的。谁呀？这是。抓了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看窗户。欢迎高月玄光临直播间。啥原因啊？窗户，注意窗户，下来了。欢迎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欢迎肉酱配杂交梗光临直播间。这买一件好像太闲了，不是你他妈上个班太闲了，你也要辞职是吧？这种工作你不介意的，阿娥。他妈没人按启动机，对啊，没电脑我就离谱。我错了，哎呦，跳不上去，我不跳还不行吗？对啊，那种工作介绍给我呀，我上完班开始播，完美。花花是太忙了，你是太闲了，也是想找个太闲的了，结果他也找不到。上面，我给推荐给他，打上面，他找一个这么好的工作啊！你死不死啊，霍杰？啊，死了！六大轰一下，箱子后，打管，先打管。说找不到，看来找那个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叫第一序列，好吧？炸呀，炸全了！炸星系呗，对。哇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激动啊！我操！啊！多半没了，又要死几个人。学会了是吧？啊，企鹅。啊，对。我他妈的没事老让你们看这个干什么？有录像不往上放了？我又不看你录像啊。哦，你是被我断了看到了是吧？不是，这点意识还没有吗？好家伙，再研究点其他的位置。嗨，你没有妖姬啊，我的宝贝儿，你这跳不上去，一点都不标准，人家窝里包本。你的妖姬呢？他怎么躲着呢？我直接上啊，可以了，再上，就剩一个加成。妈，完了！操，昨天刚过期。我来包本儿，准备走了。啊！我操！我来包本儿，这给我断下来了，这给我打死了。不是，这没有妖姬我就破不了点呀，我好多点都破不了。这张图是妖姬的地图。我去！我人傻了。这么难打。那个图是宝贝的图，这个图是小孩子。我这把打完我去买了啊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就买一个月的，花你得2000块，我给你打回来。花人家 GP， 你看这人，不让买，我给你打回来。圈儿丁丁说好。把爱渐渐放下，回头看见。谁呀、啊？这是我的宝贝儿，这么狠吗？快走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这人给我断死了又。这人真离谱啊！继续变钢铁，把我们这个叫号。不是没有妖姬，我感觉我不会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走！小安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小安。钢铁人呢？啊？谁？小二，你说的是谁？小样，好家伙，昨天在那秀秀他女儿呢，给我羡慕的。赶快冲！他妈就四个，别冲，三个，两个，一个。再见。哎，行吧，别让我闹掉。这是什么？
撩跟结婚有关系吗？你还要吗？等一下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撩，你还要不要？你还要不要？要。他可能是站门。原版玩多了的。哎，地上呢。玩 CF 玩多了的，转。大门。那个马来剑很烦。来体验一下。我也差不多。要不要你来 YY 给我们宣传一下正能量？我还没变过枪。你闭嘴好吧。这枪有问题。走了。我操，这枪上有病毒。走，妖姬来了。我的宝贝儿，你咋回事？这枪上有病毒，我操！你赶紧去看一看吧，你这枪上有病毒。进来，待会儿那个冰雕叫啥？去进门。我的宝贝儿，你干啥呢？我的宝贝儿，走，快走！哎，我跳了！我就知道你要从那儿跳过来，狗东西！说了没有我，说的好像你能坐飞机。想上飞机啊？你就盯着对面那个斗鱼的那个，往死了打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真的往死的打呀，给打死了，我都到不到那个坑里边。那上把三个钢铁，上把右脚，别打了。别练了，别练了。钢要适可而止，各位。根本不用炸的，走，直接。太钢容易折，各位，别练了。这里都是要抢榴弹的人。欢迎鸟玉光临直播间。什么呀，石帆？啊，石帆都已经不见了，他已经跑了。丢火吧，门那丢火。看我从前隔着门，这谁啊？就你会玩妖姬是吧？不会。我根本不怕，就别打好吧，不能别打绿巨人。在下面打。他们在。要打几个钢铁出来呀？他们在击打。他们刷血呀，他们在刷等级，刮起死打。别打那个斗鱼的啊！刚让人家打，现在又不让人家打。了一堆钢铁，手都这人他妈怎么那么难做？哎，妈的，他们只有五个人。要不你也搞个直播，当个菜鸡。我操，这个怎么躲？你告诉我这个怎么躲？别了，你那太正能量了。我这一天不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这边都快活不起了，你还要来抢生意？啊！我给你丢个火，直接走，我都跟上来了，都跟上来了。竟然还敢来抢生意？走，直接走，你拿狙枪，拿手枪走，我把你们压一下。那对你老老实上你的班吧，真是的。救我！我真他妈的幽默，操了！跟你说了，跟幽默玩你上不了飞机。咋变了？我他妈的本来往下跳的，没想到弄到那个弹簧，然后把我卡下去了。走，靠右边。跳中间那个大板块。靠右转。我想去路下面的那个榴弹。哎呦！从上面跳，从下你还不走？靠左走，听谁说的靠右走，疯了吧？过来了，右边的，他也回来了。反正也过不了你们。哎呀，完了。一无法再爱上谁。那个牛他妈直接卡死了！我操！我他妈的！哇！我来了，我出现了，又是我，没错，又是我。去吧。欢迎 Charlie 光临直播间。外面掉人就没了。榴弹断一下。轰两发，不然要飞过来。过来，给我断死了！快走！那不断咋办呢？这个都掌握了这些点位。别打本儿，进来。
别打板啊，疯了吧，不想骂人啊，我去你妈杀了，操他妈的那个流氓你进来不进来，脸上变一个笑死我了。哎，这也能找俩，等于我刚刚破点着了俩，好吧？就继续好好浪，好吧？浪，好好浪。不打了。可以直走，可以直走，可以穿过，穿过。快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走右边，走右边。哎，我走左边，我走左边。你飞呀你！我有防带不？没有呀。啊，就是要体验这种刺激的感觉，好吧？有房的都是你鹅，精彩，好吧，非常精彩。没有房的呀，我每天饭都吃不起，我还有什么房的呀？来了来了！我操，这火力我没了！啊、精彩！钢铁不应该拿两个西瓜刀吗？过来白给是呀，所以说他这个钢铁没有原本钢铁的质感了吧？那个老板呢？你看那钢铁的质感是特别棒，好吧？哎，有机会，哎，没机会了。人卡鬼是吧？我看到了，有个卡鬼，对，你看到了吧？上那些没变钢铁的去刷一下。欢迎一帅真帅光临直播间，头疼。欢迎云峰练点光临直播间。哦呦，有榴弹，我赶紧跑！通通通通，兄弟们，通通通，冲起来！明天要是面试成功，你估计就玩不了了。欢迎美法天天光临直播间。好、哦。喂，玉大，怎么了？妈的，直接冲！那个，我问你，一万经验多少钱啊？他们已经刷了，刷了。你要刷经验？你疯了吧你？后面了。一百啊，一个飞机啊，八号给我，给你一个飞机啊，就是这个价格。我跟那个钢铁，一百啊，你以为很便宜吗？把管道上了，四百。啊？一百。一百。一百。七哥，对啊，七哥，别动，七哥。哎。我刷来站着，待在原地不要动啊！你刷俩飞机吗？手枪不要是吧？你要刷吗？啊，那我刷。你刷剑干嘛呀？啊？多少钱？你多少经验啊？各位，我一天给你打完，早上八点打到晚上十二点。终于能变钢铁了，兄弟们直接冲吧！马上就打电话。对，就磕嘛，刷经验说白了就赚个辛苦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们能不能不找他？这他们肯定没了，你看三名都觉得妖姬跟绿哥。打完了没，企鹅？欢迎防腐剂。企鹅，哎，企鹅怎么直接把麦闭了？他拿脚趾头也守不住。前三名全是绿巨人。他们去买花了。只要送给谁呀、啊？那个，只要我们这里全部变。今天肯定贵啊，因为今天情人节。你多少买都没今天贵，好吧？我就差两个，一个升级角色，一个钢。我才两个，他要刚抓到人了，肯定快。我升级那个，增加那个血量，二两千血量就可以了。什么？买的送给高中生？再升两个。不给你媳妇儿买吧？上吧，直接上吧。我操他妈的，这个东西，咱家怎么有一个哦？挂机好像，我给忘了。上对呀、啊、我指挥这个人也是个半吊，我感觉有刷分吧，刷分吧，跟他们说、不要刷分，就是刷等级。怎么了？哦，有个钢铁了，兄弟们。
怎么了？你说我，你说怎么了？我他妈又变了，操！我也变了呀。你瞎吗？他妈的枪有毒，我跟你讲。你的枪他妈没毒呀！你给我扔了两把，我变了两把。啊，你上把也变了？妈的，废物！变啊！你的枪第一把我就变了。扮演高中生。赶紧的，把你的枪看看去吧，换个皮肤吧。你的枪也有问题，换换吧。我拿了多少把，变了多少把，我只能说。你放屁！你第一把没变。就第一把没变，除了第一把，我已经连变三把了。哎，眼眸。冲冲冲冲冲！哎呀，差一点，我操的！血量我再够一点，我他妈就能抓几个人。走了走了走走。挠你啊！妈的，现在他们又解散了。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哎呦，麻了，真的寸步难行。我操！真的只能说寸步难行，各位。没有理由，我也能自己走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就寸步难行啊？那你第一我第二，妈的，你上来呀、啊！不用上了，我已经过来了。钢铁加油，钢铁加油！啊！飞过来一流的，各位。一样。走走走，一起上，好的 K。完了，没挠到。我也没挠到、啊。是你怎么也换了？我是哪？你没换、啊？我是河北的呀。河北石家庄，我几庄吧。哇，我从这里都走不过去，几个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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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的，差点又被砍下去了！我操了都。对啊，石家庄啊！哎，我他妈最后一步给我打死了！我。那怎么了？老图里边那笼子，有人都进去了，还被打死呢。但他就把我甩在出生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烦。几个善解人意的好妹妹，不了不了不了，不了不了，都已经三年没回家了，不了不了。无福消受，无福消受。我还差几个等级，我就能到钢铁。冲啊冲啊冲啊！冲冲冲！兄弟们，我差一个升级角色就行了。然后我操，他不走。哎，牛！兄弟们，离了大谱了，各位。欢迎楼上都是鸟光临直播间。有人拿命养我。真有呀！有人拿嘉林嘟嘟嘟把我嘟死了。我那么多拿命养我呀！他们掩护他们不管我掩护就完事，他们就直接不知道为别人掩护，他们还会说什么这个人怎么去送人头之类的。我一百血，我不去了，再见。
你上吧，我上不了了。上面冲，能从上面就冲吧，从上面就可以了。哎，来，刚被卡住了。那些生化直接从上面走吧，上面。上面的兄弟，上面在上面的那些钢铁，赶紧上。全村人的希望寄托给你们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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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三人，给他找他肯定忍不住，剩俩。欢迎五六 NGGHJ 光临直播间。他们顶不住的，他们能顶住我就不信了。跳中间啊，跳中间，就我第一你第二呗。算了，就不捡下面榴弹了，我有榴弹了。我他妈的刚刚就是在那里卡住了。真就我第一，你第二。我这边打完了，你们那边呢？那边呢？完了，几个，咱俩被孤立了。我明白了。怎么说，几个？回头炸，回头炸，回头炸。一v一啊！回头炸，回头炸。来一v一，咱俩打会儿。你确定吗？嗯。确实。你会很惨的，嗯，滚你的！我打一把吧，试试。来来来，等会儿我装枪、啊。欢迎旋风死时光临直播间。哎，什么好装？不是，等会儿。最后三秒再炸。都给你干碎啊！来，你看看。我先把东西，我把东西给你买，我怕有一会儿忘了。他妈的，下辈子再也不断后了，幽梦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你不要在幽梦那边了，来这边吧，这边挺好的。怎么跑那么快啊？前面我他妈的白给他们断后了，我操，回都不回头了。来吧。你来我。哎，看中间，你们看中间。你直接去别手子右边的吧，让我跳一下，反正你们过不了了。打步枪还是狙啊？步枪。行，步枪。花花来了，花花来了，刚好，你看停妖虐我，别看我幽梦，我是个妖精，别看我。打两把吧，一把步枪，一把狙，怎么样？我想玩狙的。花花他想花式虐我，花花。老子下辈子再也不给他们断后了。他虐我不行，他还想花式虐我。你看呀，花，那花是牛。欢迎防腐剂，小心点。放假时间，光临直播间。你怎么还上五五二了？至于吗？今年就的消音五五二，好吧？他们都已经用上了，只有你还没有用。我不想用，不喜欢。我就是定不准，不打头，防腐剂欢迎。不玩了，几个好厉害。完了，花花，几个对我使用精神攻击，哇，好准。哎呀，他没了！你能不能打个头呀？不打，打什么头？你玩的不是五五二吗？好，打头了，你头他妈掉了，光头你现在，寸头你现在是。
我拉打还是不行。哇哦！我发言嘛沉着，完了，这精神攻击不管用了呀！哎呀！哎呦，又满了！这真就乱扫呗？没扫，我一直点的。哦，这样，那我给你整个别的扫，把别的点点啊。就是不打头，来不难受吧？谁没有一样？你这个你肯定没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这个真没有。打你头了，87。不逛了，都不玩。我现在怎么感觉打咖喱比103要顺手？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完了 ，M4 是我的克星啊！是。你怎么还蹲了？没必要吧？我现在排位都蹲了。我都没蹲，你怎么蹲了？好家伙！蹲吧，头又掉了。你就搞我是吧？说好对枪，你来这一套。欢迎 Change 07733。我是在对角上站着吧？哎，这他妈有点离谱了！你都不在对角上站着，你给我扔了雷！你在对角上站着给我扔个雷，我也认了。太难，欺负我啊！你在对角上站着给我扔个雷，我都认了呀。欺负我？哎呦，没子弹了！别让他受伤，完了，103压不住了啊！我那103玩的跟屎一样。不行的小蛙说：“打开始对枪了。”我俩玩玩，他用 M 四恶心我，我103压不住了，我以后可能真得打咖喱了。恶心你了，会不会说话？你打不过就打不过，跟我说拿 M 四赢，恶心你。拿出这把神器来，真的，我感觉约登三现在打的没有咖喱好呢。欢迎光临直播间，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，谢谢小外送的一个，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下相逢。月下相逢是啥呀？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月下相逢就是月下相逢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谢谢小月的月下相逢，还是两个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下相逢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小月送的小壁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这打不过几个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上枝头。完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开始什么了？我说你。开始什么了？月底冲末日吗？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
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小外送的月下江风。咋回事？你拿咖喱，我怎么 不会跟你打的？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下相逢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哦、好厉害、啊！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真的，我感觉我拿咖喱，我反而不会打的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上枝头。欢迎小外的月下枝头，小逼灯。咖喱现在前几发还好，我感觉五发之后就飞了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所以我现在咖喱都是点了。这九十二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他妈能点个锤子，压不住，压不下来了。我是瞄胸口的，我点第二枪一般都是头。好家伙，我的定点一直有问题，你们知道的。你看。又给你把头定掉了，我人傻了。那么快！你别蹲啊，哥，别这样啊！我这扫特别粉，你知道吧？稳不稳吧？反正我打不到你了。好家伙，感谢小白送的一大堆小逼灯儿。就蹲着等我呗。等。103是吧？谁没有？是的。走，快点！有没有他妈的才400多分？疯狂的给你们断后，这个才难点。我他妈再不断后了，我他妈的断后能跑得飞快。完了，打不过。跳跳跳跳跳！哎呀，打不过。大枪！快炸门！好气啊，好气啊！翻的轰！快走！哎！回头打！这有点过分啊！那破这破咖喱，我跟你说，压不住的。走。唉，捡一下墙上的那个榴弹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咖喱现在打的比103好。哎呀，103不是咖喱。嘿，别开，等会儿开。哎，打你妈10000枪，才94。伤害判定真拉吧，103的判定强呀、啊。家属那些打那人打他妈4枪才打30多，你能信吗？这边榴弹不用省。不会吧？你忘了吧？那天打他妈才，那人打了他妈好几枪，2-3枪。欢迎妖异的黑人，我打了他妈的30多。输了，我说34-40。那我都麻了，你们还跟我说他妈的34，准备丢火走。你打了他3枪没死。丢火，走！刷张办卡，快走！拿刀走！来吧，来一个狙，怎么又来一把狙了呀？回头用手枪打，这啥好玩的呀？一会儿给我准备 SVG， 想玩了呀？感觉这一波运气挺好的。在下面打，快！我不整 SVG， 把我的背包全整上去，看我怎么整你啊！这不用榴弹，就是狙吧。打右边。有的，你表现得非常明白。另一个人是谁？另一个是企鹅。我一个水友打一会儿号。是企鹅了。走。望他真的比我还要爱你。什么时候打追击？这把打完这把啊，拿这把兄弟。
你要上车吗？打跳起来那个僵尸啊！哦，还挺好看的这个枪。打跳起来，打跳起来的。哎，真不错。欢迎身披24光临直播间。最后走了以后再打桶，最后走了以后再打桶。不至于吧，子敦啊！最后走了以后再打桶。我打的不是定点吗？啊，你家打狙定点呀、啊？我知道，这个还没我这个还没有弄到手呢。你家打狙的打定点啊？向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说什么？谢谢十二的花灯。上那个管道，那个管道。小外送的一个月上枝头。谢谢十二的月上枝头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谢谢小外的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跑得挺快呀、啊！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打一下中间那个。感谢睡不醒的小外送的一个月圆花灯。睡不醒的小外送。咱回头用枪打，回头用枪打。我操，没甩到。回头用枪打，用枪打。我打全图，我感觉我好像得开点声音。我要听着歌，我都没开声音。我看右边，好像谁没听着歌似的。我看左边，我看左边。你们剩下都看中间，快！你们看中间。什么情况？欢迎夜鬼 C 光临直播间。妈的，管道。还有完没完了？你还？管道。啊？啊！你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兄弟。27秒炸。风扇？哪个风扇、啊，兄弟？哎呀！哪里有管道？27秒炸！27秒炸！哦，你见我上去了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会说的是他妈那个两边都能过的那个管道吧？那个管道吧？我没上去过啊，我不会上。你要看的话，你可能得去幽默那边。哦，那一块儿，回头炸，回头炸，挺好上的。我也会，可以教你。快炸炸炸炸炸！我顶不住了，我操，没子弹了。我没开这个，在盲狙好水。快打，快打。你们啥时候打完呀，七哥？你大爷的！等一会儿。都打完。圈儿丁丁说、啊：“行，等你们会儿。”我开声音了。哎呀，这家伙跟幽梦哪？哪个主播？刚才也没听清楚。去幽梦那边，话语幽梦，你搜一下。欢迎哥总。气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学会了就霍奇啊！你刚刚那么好心，哎呦，不是这个人他妈怎么还守家呢？你玩不玩啊？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帮我点个关注去。打狙的还有他妈的守家这一说的是吧？这个白虎那个 AK47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哦，刚好领到了。打满级了是吧？哎呀，他满级了，我就不上。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的吧？换大狙了。我说666。反正比那个蒸汽朋克的要好。哎呀，我的小郭来，他妈的小郭怎么不来？小郭自闭了。我操 ！fuck you！ 吓我一哆嗦。我这火车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玩不起是吧？给你看看黑科技，好吧？家里开着火车呢啊！妈的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
没见过吧？黑科技肯定没见过，一猜就知道。我不想用这种恶心你，好吧？